大家早安，现在是早上的7:05。天气一样很好，然后今天早上先开灯，通通的超人闹钟没有响。应该说我昨天晚上睡觉前忘记把它拿到那边打开了，然后我起来的时候，翻下床的时候。要准备离开这个房间的时候才打开，有可能已经超过他要响的时间了，所以没有响。你知道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你没有把它调成 on。对，我没有把它调成 on，我没有打开，超过他响的时间了我才打开了，所以他没有响了。那等一下5分钟过后，它就继续响。所以。我彤彤今天就比较慢一点起来，不过还好，没有差很多。现在才7:05，而且今天的早餐是彤彤昨天指定说要吃的绿豆椪，应该会比较有动力。彤彤早安。我帮你折一些好了，因为今天是闹钟没有响，手表在这。我帮你折一些，好吗？就没帮你整理了，让我想起一段最有用的时候。好，我帮你折一些，你只要整理娃娃就好，好吗？我帮你把被子折好，让你可以快一点。你现在闹钟没有响。你动作也很快。加油，我来穿袜子。小爱同学，轻音乐。快点声音。
有时候爸爸心里面烦恼很多的时候，就是看看你，看看妈妈，就觉得不用烦恼，就会好很多了。太阳出来了。我去倒牛奶，打起精神，加油！好，那我去倒牛奶了。我们今天吃绿豆椪，昨天在家乐福买的，经过那个面包房的时候，彤彤突然说他想吃月饼，他自己选的，这个应该不算月饼吧。它上面就写绿豆椪三个字，绿豆凸。这个是我老婆要带的，妈妈要带的，已经用塑胶袋装好了。然后这两个是我们的，我去拿小盘子。你去整理娃娃吧，我拿小盘子装个牛奶，很好吃啦，那个很好吃，你一定会喜欢。嘴巴长好多，这是妈妈的。对。嗯。我说早安，彤彤，我爱你。爸爸早安，爸爸我爱你。好，来，我们来开箱绿豆椪，先放在这里，等一下给妈妈带。你说好。Open。啊，它有胶带粘住了。这么大一颗，你吃得完吗？尽量吃哦。书包还没拿出来，先吃好了。第一个给你。那我们要去开动了吗？开动啊，赶快开动吧，因为这这么大一个，赶快吃。怎么样？一口就吃到料了吗？好吃吗？喜欢吗？绿豆椪家乐福卖的，一颗35元。然后。好值得哦。好值得哦。然后他说买四颗135，四颗。因为人会觉得不值得。我觉得不值得，为什么？我以前也蛮爱吃的，可是我这个很甜，非常甜。上面写绿豆椪，妈妈的，四颗要135。老婆早安，老婆我爱你。你们，你跟妈妈也说，
等一下妈妈来再说。爱你哟，爱你啊，乖乖。你这把你也倒进去呀，我帮怎么把书包拿出来。你可能把袜子给你倒了。妈妈跟你讲客厅的事，我本来怕说那个太大或太甜，我吃不到。所以的话，你就吃晚餐是最好的。也很甜。好了，我也来吃。我好久没吃了，这样吃。嗯，这个牛奶，它好吃但很干，粉粉的，对不对？干瘪瘪的。干瘪瘪的，对，你看它都是粉状的。根本就是那个玛丽奥最讨厌的。OK， 拜拜。对不对？对啊，拜拜，我们都爱你哦。七点左右，对不对？好，骑车小心哦，不要担心我会背痛痛。妈妈说：“妈妈，我爱你。”妈妈说：“今天客流，我们上课洗好澡，洗澡在家里。”拜拜。有点热，你有没有觉得？电风扇调过来。拜拜，我去抱一下。拜拜。好了，我们也吃一吃，等下要带小朋友上学了，就记录到这边。拜拜，祝福大家健康平安快乐，大家拜拜。妈妈进来了，什么东西忘记拿？手机，我忘了。这是你的。拜拜。统统吃不下了，剩下的说话给我，是不是吃不下了？要爸爸帮你吃的，要爸爸帮你吃吗？知道了，好了，帮他吃，吃到最后太甜了，对不对？哦，太饱了，太饱了，好好好，你赶快喝牛奶吧，我帮他吃最后的。我在想你为什么不直接换盘子就好？